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文清，来自医保。我的梦想想成为很出色的市场销售员。我自己做了一份考察，但汽车专业是不可缺少的必需品。消费者可以省吃省喝，还能省玩，但不可以省在交通工具。我选择了汽车工程课程在 Esnet Academy， 因为它提到完整的汽车工程技术，以及让我更加了解每一个车位的运作。当我在 Esnet Academy 毕业后，我也加入了 Mitsubishi Motor， 成为了 After Sales Customer Service Advisor。 这个岗位我还不满足，因为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。所以我决定加入在市场销售部门，成为了 Mitsubishi Sales Consultant。 在这个市场销售部门里面，让我深深运用到我所学到的汽车知识，而用在我们的汽车服务行业。我的知识与服务态度得到公司还有顾客的肯定与赞赏，我的销售业绩也不断进步。短短半年，让我赚到我人生的第一桶金，也得到公司的一个称号，是所谓的 Top Sales。挑战自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的改变自己的人生。 Esnet Academy 让我有机会成为更出色的我。谢谢你， Esnet Academy。